즉! 얏! 走，李元秀，你打伤了楚玉，打扰了。府里就回去，松开，走，松开。官儿别愣着，回去。当兵嘛，还得比枪法。把水壶给我，咱们就把这个水壶放到那个山坡顶上，谁命中水壶的次数多，谁就算赢，怎么样？来，干爹。摆上。你了，不用比了。都站立着喽！好了，给我向这边转，跟着我，好。我就不信，老子还跑不过人家。
三个宝，一个岛。哎呀，这有日子没睡炕了，舒坦呐，舒坦呐！哎呀，小点声儿吧。没看见外边站岗的贾亮板的，愁死我了。哥呀，你咋这么有胆儿啊？你把人家大当家的都给打了，说不定半夜的人家就过来弄咱。哎呀，今天晚上咱就别睡了，咱轮流值班。没心没肺，哥，那小子分明就是个无赖混混，武功枪法样样不行，你干嘛还留着他呀？妹子，这李的本事啊，不是凡人呐。你别看那小子长得贼眉鼠眼的，我看他说的话，八成都是真的。哎，你还没喝酒呢，怎么就醉了？今天我跟他过招的时候，我摸到他的头了。那又怎么样？怎么样？头有反骨啊，这是万中无一。还记不记得先前的那个算命的是怎么跟你说的？他那样，你咋知道你没摸错呢？我能摸错，要不然现在立刻就把那小子叫过来，你再亲自摸摸试试。我不跟你说了。二当家的。怎么样？那两人老实吗？老实，让您和大当家的收拾了一顿，现在睡得跟死猪似的。你们走吧，我来看着。啊？走啊！啥呀？摸！一大晚上的吵吵摸呀，乌拉乌拉的。啊，做梦了，梦见小手摸脑瓜子，像娘们的手。就你那稀葫芦脑袋，你有余威能摸摸？你这，这身衣裳换换，啊，换身老百姓的穿。为什么呀？我这太扎眼，咱这一出去，人家一见都不知道咱部队是谁家的。什么谁家的？中国人的呀！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原来这国共之间是有芥蒂，但眼下可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再说了，原来咱们就是友军，在一块处了这么长时间还不相信？那咱们也得合计合计，还唠这么长时间呢。咱还吃着亏了，吃啥亏啊？就陆军那帮子，吃起饭来嗷嗷的，一个顶咱们三，粮食和弹药都合在一块儿，他们扔多，咱们扔少，时间越长，咱吃的亏越大。嗨，粮食的事可以再想办法吧。眼下现在刚把大家都给平复好了，得处一阵儿。就陆军这一帮子人，这表面上倒是不咋刺儿，
这嘴上不说，那心里更是不服。要不咱们派两个暗哨，夜里防着他们点儿。这用不着，咱们怎么对人家，人家就会怎么对咱们，谁也不比谁傻。俗话说得好，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呐。啥意思啊？就是处的时间长了，让他们自个儿慢慢看。谁来了？谁来了？来，自来点。抬枪嘛，都排好队了啊，一个不能落啊！来，来，站好了，收工了吧？一个接一个，都给他。来，好了，来，好好看看，来，再加点水。一天比一天齐了，今天训练的科目：投弹、射击。枪都扔了，换真子弹。愣着干什么？我说的话听不懂啊？换真的，伤了咋办？伤了活该。那叫什么？平时多流血，上阵少丢命。上了战场，那小鬼子能拿着木头疙瘩跟你们比划啊？啊！进来。九路军那边去，记住了，我们八路军有眼有真家伙，来来来来，炸！怎么样？这次跟你说好了，让他好好的。你要真弄好了，什么麻烦都有你，你知道吗？全是你来第一次就。哥，来了。我特地把你要来啊。让我手下这帮不争气的货好好跟你学学。好说好说。
摆上。摆着。都给我听好了啊！一会儿，一人十颗手榴弹，跟他比着往这筐里扔。要是中午吃饭之前还没他扔的多，那你们中午饭就都别吃了，听着没有？听着。他们的饭就都是你的。好，好。排队，排队。干了。慌张着嘛慌，五虎上将，钱都收起了，把剩下的冤枉也给了。你要是能看得见呀，可要把你的嘴就给你留歪了。可是有些事儿呀，我得跟你等。这两家人一见面呀，眼睛瞪得跟牛似的。天天训练，每个人使都是全劲儿。生怕被别人比下去，这样带出来的兵，打起仗来，个个都是啊。这吃饭，也啊，这么大点的村子，同着咱们这些几个村子的粮食，你怎么着？我们都打听过了，你确实是抗日的英雄，先前多有得罪。好啊，我不能蒙你们。英雄，这往后打算咋办啊？回去，耽误这么些日子了，家里边都下了锅了。哎，再住几天。这山底下这路啊，都让那小鬼子他娘的给封死了。报告兄弟，红乡会救咱一命，咱知恩图报。我给你指条明道，怎么样？讲。如今中华民族危亡之际，我辈必挺身而出，驱除鞑虏。只有我们八路军队伍是真正的抗日队伍，你带着你的人马参加我们八路军，咱们一块儿打鬼子。怎么样？我跟你说，啊，兄弟，我赛豹子向来就不喜欢头上他有人管我。这八路军里边，这规矩那么多，以你这脾气性格，恐怕干的也不快活吧？你就不想这拉杆子单干，那就他娘的快活。我李的本事。八路军九纵老三团，那是咱家。英雄，你有没有听人说过，你这身上，它有个地儿跟别人长得它不一样？我跟你说，八路兄弟，还真让你说着了。俺老八后面生的是反骨，那左本上都写着呢。我祖上当过皇上的，闯王李自成。你看，我就说嘛，哎，你就不想像你祖上一样，将来也面南背北，在这乱世里边，他能杀出来个功名？功名，功名算个鸟啊！可是我答应过人家，这辈子不离开队伍。答应的谁呀？家里兄弟几个呀？没兄弟，就咱一个。二老可好啊？早死了，早饿死了。
弟妹呢？弟妹可好啊？啥弟妹？你媳妇儿。嗯，还不知道在哪个老丈母娘肚子里转着呢。 千帮，陈胜王的身家子是个前代南风的胚子，他是底层大旗，纵然不能登基坐殿，也是一代王侯啊！妹子，都对呀。就那个倭国脑袋，你确定没算错？哼，老朽一生没卜，从未失手。 你拿什么发誓？老朽愿拿性命担保，不住十年八年，老朽的话必能灵验。老滑头，还十年八年呢，我看你能挨过半年就是你的福气。王八羔子，全是王八羔子！他拿酒先把老子灌倒了，啊，弄个老妖精上下摸我，什么意思？还有我兄弟。 我兄弟地官，要是有个三成好歹，老子他娘的跟你们他妈没完！王八羔子，你们这么对待八路军抗日队伍，就是跟鬼子一伙的。这算命先生以前就说过，你可是王后娘娘的命啊，日后必得嫁给这投生反骨之人。咱们等了这么多年。 一个都没有，可如今不是应了人家说的话了吗？我不信，就他那满嘴跑舌头的主儿，还能登基坐殿了？哎呀，这人不可貌相，这刘邦，这以前也不过是个混混，朱元璋，他不过是个和尚，不都得了天下了吗？要我说呀，你俩挺有缘的，那小子的伤。 身是必死无疑，可是偏偏让你给捡了回来，还给救活了，这还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缘分？可他武功枪法样样都不如我，我凭什么嫁给他呀？哎呀，妹子，这过日子不用天天动刀动枪的。那我总不能找个能耐不如我的吧？好，找个能耐比你强的，一辈子你都别想出门了。 说什么呢你？说什么呢你？响当当的八路军里的本事。
要练还得打实弹，别老心疼那几发子弹。开火之前要先算算距离有多远，这样你才知道用枪上面的什么标尺。从这儿到那个水葫芦差不多有300尺，这个距离应该用枪上的100米标尺，也就是说你大拇根到手指头之间的那段距离。同样，如果你能知道敌人和枪口之间的距离，太远了。哎，你知道那天我为什么连打了5发子弹，水壶都没落地吗？不知道，打水壶的边儿。我告诉你，其实那天我打的根本就不是水壶，我每颗子弹瞄准的位置都是水壶即将落地的地面。其实那个水壶啊，是被跳弹和飞溅起来的土块给弹起来，所以它才没有落地。啊，书读的多，鬼点的就是多，难怪别人干不过你。从那以后，陈锋在武艺就多了个绰号，鬼精的陈锋。不久的将来，李大本事和他的兄弟们会无数次怀念起这段岁月，和后来的血雨腥风相比，这段日子实在太宁静，也太短暂了。男女の権限は最も大きい。彼は意識をかけることになりさえはすぐに興奮し、治療にも排斥し、それは回復に対して非常に不利なんです。完全に治るまで時間がかかるか。3ヶ月か、それとももっとかかるかもしれない。すでに新しい長官を配膳するでしょう。もういよいよ着いたところじゃないか。誰ですか？そこはまだ分かんない。もしかしてチャコちゃんに着いたか。早く行かなくちゃ。じいさめよ、お前はどこで何をしても使えねえな。前来を届けておりませんが、遅れてすみませんでした。伝聞を追い抜かしたということか。まあ確かに騎兵といえども大体は進むのが呪い。私とこの衛兵たちの方が素早いには決まってるかな。神話殿下、
今後こんな危険な行動をやめてください。ここは合法でもあるが、でも対抗勢力は非常に強いです。危険こそ私が望むことだ。満州国は平和すぎてあくびが出る。行くぞ。で、山下はどうしてる？今、給油を取っています。そうか。まあ、しっかり休ませてやれ。彼が目を覚ますまでにここをすっかり片付けておこうな。じゃあ、お願いします。それで、敵は役者揃ってるのか？ここの日向は横合いが秘密し、作戦はずるいし、また幽霊みたいです。地域の地形史は複雑で、車両の動きも原因で、86分は今まで伸びてきた。すいませんでした。まあ仕方ないさ。私も来るまでに地形を見てきた。ここみたく山地と平原が合わさった戦場では機動部隊も役に立った。だからこそ私の自慢の騎兵隊を連れてきたというわけだ。歩兵にとっては脅威となるだろうな。すごいですね。そうだ、一つ土産を持ってきた。河北に配置された新式の武器は残念ながら破壊されてしまったが、実は空軍に依頼してな、南部戦線の勝利に貢献した最近弾をこの地区にばらまいておいた。君たちももうすぐその威力を知るだろう。弄完了，都在这儿呢。哎呀，咋了，丁大帅？看咱们兄弟们太辛苦了，这是要加个菜啊？臭小子，一天24小时，轮流跟个站岗，一只鸡腿不能丢了，记住了吗？记住了。丁队长，哎，种啥呢？拾掇的这么仔细？种的荠菜。啥？荠菜？现在种粮食都吃不饱，还种啥荠菜？不是留给自家吃的，是准备种出来还粮食了。现在谁家屋里头能吃得起荠菜？啥？那不成汉奸了吗？啥？你脑袋让驴子给踢了？咱们自己种荠菜啊，找二狗子换粮食去啊？你咋不生？你亲个妈妈的给你办事吗？真是！哎，来来来，拉车，来来来，来给我们评评理，评评理。行行，你说你说，我看一看。咱们如今的队伍呀，哎，这如今咱的队伍上，这兵不是已经练好了吗？可是这个粮食下的也太凶了，你送给这个家，当得容易？天天到村子里面去接，哪个村子能承受得了？如今谁有粮食？只有鬼子和二狗子有粮食。二狗子天天磨灾，跑路子里面，天天馒头就咸菜，还有些土豆子，他们吃的都上火，拉不出屎来，就想着给这点荠菜了嘛。可想了吗？如果要咱们家附近的村子里面这些村民拿着我的荠菜去换他们的粮食吃，咱这不是各有所需？这啥个各有所需啊？你这就是自敌。自敌知道吗？什么叫自敌？把荠菜送给二狗子吃，那叫自敌。可是我拿荠菜换回让他们吃回中国人的这粮食来，那就不叫自敌。咋？那你是不是他盼我吃了我的荠菜？你打过他？谁忘了？我也就不行了，咱这吃的康窝窝的，就打不过他这个吃黄瓜的。哎，算算呀，这也是迫不得已的法子，是吧？拿破仑曾经也说过呀，这当兵的呀，是靠胃打仗。啥破仑啊？啥破仑啊？什么破仑啊？拿破仑是个人名，是个将军，法国人。你
看见外国人都说了，说那个说的对，人马未动，粮草先行。你说我这管家当的容易吗？要不怎么还起来？哎呀，行行行行，俺反正用嘴说不过你，要是大本事在，摆明了不能让你这么胡闹。啊呸！本事要在，他一早就这么干了。富士宮大さんの父親は秦王です。彼の母親は貴族で、また皇室との関係が深い。その本人は目立ちたがるが好きです。だからあちこちでダメなことばっかりしちゃったんだ。司令部はどうして彼はここに派遣するか。やっぱりここは合法だから。あくまでも前線みたいな林の戦闘はないから。彼はここに配線されることに、やっぱり彼の先行を詰め立てと金張りですよ。満州でつまらないですから、もうすぐ辛い目にあろう。您写好了？干什么？要不然咱整干脆的，要不然痛痛快快把爷放了。老眼着多放草干啥呀？把爷当猴耍呀？别误会，别误会，我们大当家的请您过去吃席。请。李英雄，歇的怎么样啊？给句痛快的，把我们是杀了是放了。八字是多少？啥？天上有个掉下来的大馅饼，正要砸在你的头上。馅饼？啥馅的？快说八字。说。丙辰年腊月十四，时辰不知道。好，这么算算。你就给句痛快话，到底怎么着？你小子的好事来了，想不想和我一起坐在这儿啊？那不你妹子三轮船坐的吗？我们成了一家人，这个地儿就是你的了。啊，看来大当家的是想和咱拜把子呀。你拜把子还亲呢？以后啊，你得叫我大舅哥。啥？让你当我们家的上门女婿。我娶赛貂蝉？是你嫁赛貂蝉。凭啥？凭他看上你了。就这事儿，这都得商量商量。商量商量，你家里不是已经没人了吗？那家里是没人了，但是我在队伍上，说我们这队伍上他太有纪律，就这事儿得和领导商量。领导，多大的官啊？叫他来这儿商量。说来不了，都太忙了。这想商量得我回去商量。说来说去，你小子还是想跑啊？这别人求都求不来的好事落在你的头上，你他娘的还不赶着谢我？还他娘的想开溜？没想开溜，就我们这八路军里边确实是有纪律，这真得商量。两条路，要么踏踏实实的给我当姑爷，红枪会样样不比你们八路差；要么就把你送到林子里头喂狼。那换个地方，那自己好好琢磨琢磨。富士宮啊，阿肯曼尼太子啊，有看到黑旗的阿里马斯，西卡西高悬新马是第二，高了他一等，超开的嘛，上海开一生一台，副校长啦，考西斯嘛，唐尼库，卡在那安在阿卡库克，苏鲁要么到马德马斯，马奇卡因了，南洋的，卡奥库首席来过，奥卡莫拉内奇，新到登卡瓦都可以了，都够满意了，这干也得西马斯，那你要走了这个，考功夫给他，我这个把西头发。上天入地谁都不惧，拜来拜去陷阱自己，出生入死游刃有余，有情有义这帮好兄弟。各
过一世，争一口气，有散有聚，勇闯天地，勇闯天地。不带去，人活一世，争一口气，有散有聚，勇闯天地，勇闯天地。时代的印记。